分享的时间。欢迎大家，现在是个分享的时间。欢迎大家。现在是个分享的时间，我刚断线了。我刚刚断线了，很感谢你们回来。欢迎回来，你旁边车伞。欢迎回来，现在是个分享的时间。欢迎杰，欢迎杰哥。欢迎杰哥，欢迎大家。欢迎打鼓哥哥。我刚刚在介绍一个，那个独角兽的那个收纳袋，然后就断线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这么不喜欢独角仙的收纳袋啊？独角兽收纳袋吗？我觉得它很不错哎。你走了好久的路，真的假的？你去哪里了？看这个，再等一下好了，刚断线了，欢迎大家回来。找了好久路是去哪里？找了好久的路，当你的世上不安，别说你不能。嗨星星，嗨 Ashley， 嗨 Ashley， 欢迎明琪，欢迎大家。我刚刚断线了 ，sorry， 网络不太稳。刚出去买饮料，真的吗？断线了，黑屏幕黑了，看不到路。嗨，Ivan， 嗨 ，Ivan， 欢迎欢迎。我可能在介绍那个保养品收纳罐的时候太受欢迎了，然后要介绍第二个产品的时候就断线了。对，因为刚刚这个已经大卖了，大概100组。对，刚刚已经疯狂抢购，因为连星星都买了，你们怎么不买？对，所以刚刚一阵疯狂抢购之后呢，我要介绍第二项产品的时候就断线了，实在是太夸张了。对，我们的那个，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独角兽旅行袋，刚刚太大家疯狂抢购就断线了。加，我再介绍一次，可能刚刚朋友没有听到，我们现在有230个人。这个真的很，这个也很方便，因为一般市售都卖比较小一点。这个就是这个很大，这个把它设计的很大，然后又很轻薄，尼龙材质很容易就是防水。我觉得它连拉链都做得非常精致，是一个很重的，是一个很金属的东西。哎，我讲话真的很真心不骗，真的。虽然我的方式是比较有点好笑，但是我讲的东西真的都是真心不骗。欢迎大家回来，美女好美，欢迎书中。对，我现在介绍的是一个独角兽的收纳袋，然后它一共有3层，里面呢还有分装，可以分装好多好多，比如说你可以放袜子，或者是放保险套，然后或者是就是你想放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，沐浴乳什么的。然后呢，一共有3个袋子，
这样子叠叠层层，就是就可以出门了。对，就是不会让你行李箱很乱，因为你行李箱可能东西都乱丢，然后袜子什么衣服都乱丢，这样就整个像一个爆炸的状态。有这个收纳袋之后呢，你出国什么的都会觉得很方便，就是你让你的生活不再乱七八糟，收纳的整整齐齐。小套套，欢迎贵宗。哎，你们男生会想要买这些东西吗？应该也是会吧，对吧？因为就是比如说很常出差，去哪里去哪里，东西都很乱，你们应该会想买吧。我是对于这个还好，因为我已经乱习惯了。欢迎玉人哥，欢迎 SHU。 安全到跟谁用，这我就不知道，你可以买回去，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你跟谁用。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买，因为呢我对于这个收纳组老实说我比较喜欢。对，但是青菜萝卜各有喜好，说不定这个东西明艳哥哥可能就会想要买。等着音响手机壳，你想要那个是不是？好啊，那我现在要介绍那个了。哎呦哎呦烫，你喜欢那个。好，你是看牌子的。我觉得男生是如果挺重视那个品质的话， Mr. Me 的东西你们就尽管的放心的下单吧。因为拿出这个 Mr. Me 就是他们里面的东西，你们只要买了是应该品质上都是可以放心的。男生爱三 C 的东西吗？天哪。哦，我不能说你是谁，不然我会吓死了。我会非常保护你的个子，绝对不会说你是谁的。欢迎烫。那我现在介绍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王怀杰是有看过这东西。王先生，你来猜一下这是什么？杂志店的菜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酷炫。他们家是欧美精品，真的，我说真的。Ashley， 我懂你。Mr. Me 的东西都是欧洲的精品啊，你们真的可以自己点进去看，他们家的产品都是很厉害的，就是拿过什么一些专利的，或者是精挑细选的这样子。所以 Mr. Me 选过的东西你们可以不用再选了，真的，我真心不骗。磁浮喇叭，错，是磁浮蓝牙喇叭。为什么企业要这样子？他们晚上好，欢迎 Mess。这超酷了，我现在要隆重就是给他介绍一下。哎，这个很正呢，超级无敌霹雳的蓝牙磁浮喇叭，真的送礼来到这里买很好买，我说真的。人哥要闪了吗？你要去哪里？啊，我要来介绍这东西了。啊，你们直接看影片好了，你们直接看影片。我觉得我讲的话实在是怎么讲，我你们都觉得我在忽悠你们，但是我觉得蓝牙喇叭真的很不错。这好用吗？我等一下会用给你们看。我先让你们看一下影片。
我现在要来就是让大家听一下他的那个音乐跟音效这样子。我现在要把它拔开。有没有听到？换另外一首。你们想要放什么歌啊？它是蓝牙喇叭，然后是就是悬浮的，超酷的，而且会转，它真的是腾空的。天空还用说，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，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为了报应，为了随意，我不押金，我只想这是复杂的你，我有一千年修炼，留下破破的真情是耳鬓，怎么办？就不理我，我要你，记得遇上我的时候不要再得意。是不是很棒？它是悬浮的哦。嗨，会冒圆，超帅的。一路上。对啊，这个超棒的，超屌。真的好厉害，真的。给全都应该。我脑海是更清静，有些正义，有些叛逆，有点义气，没有忘记我的教训，都不看清应该怎么做。现在我有一千年修炼，比上我我的天气是耳鼻，怎么办？如果地我不要你，不要阻止我开始的时候我的美。我有一千年修炼，比上我我的天气是耳鼻，怎么办？如果地我不要你，记得遇上我的时候不要再得意。然后呢，他跟你的衣服好搭，声音很立体，对吧？声音真的很立体。然后呢，它可以支援，它支援那个内建喇叭，可以免持那个接电话这样子。星星魔术有点想滑一下了，我喜欢黑色的，我觉得黑色很不错，黑色应该缺货了吧？江湖再走，喇叭要有。喇叭为什么戴耳机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直播会放那个内建的音效，然后我现在是等一下我会接回去那个音效这样子。喜欢到快手剁，哎，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耶，真的是悬浮喇叭。欢迎117，这个是你们听到的音效。欢迎张小新。见每一集都看过，每一部都很不错，特别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，和谁都曾经演过的，就是喜剧那么，就是那么幽默，还有一点幽默，就是擦身而过，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。然后他其实因为后面是那种犀利的，所以比如说可以挂在冰箱啊，还是比较有反正有犀利的地方，他就能够放。比如说你看他就可以放在我这里。因为我的麦克风是铁的，然后它就吸在这边。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碎，再有一些私人问题，而且还没找到自尊。我们擦擦一个脚把一个月光饱和，然后分上去就像结了八度空间的隔离。因为
这个是蓝牙悬浮喇叭，而且是那个就是世界专利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你们可以直接在那个声势好物，就是下面有连结，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。对，虽然就是就是贵了一点，但是呢，它的音质还有设计，那个是远超估是它的价钱的。工厂听得到吗？这个放朋友家里来应该都会吓到，真的，真的，这个真的很屌。比如说你们骑脚踏车，因为它的吸力真的蛮强的，就是直接可以粘在上面，然后还不会掉下来。你看这么厉害，真的很棒吧？对，这个真的太屌的设计了，可以买一下。Whichever page you were on, this is a whole new chapter. See, I once was a king, now I serve my master. My master is the master of self. He taught me how to master myself. My master is a servant of people.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介绍的，我觉得最厉害最屌的东西，最厉害最屌的东西。你们想要下标的话，直接可以那个连结进去，然后就可以下标了。记得要选星星主播的头像哦。欢迎未来，欢迎未来。哦，你是未来啊，欢迎未来。对这个蓝牙磁浮喇叭很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下面的链接直接点购选购。不是，我真的，我说实在 ，Mr. Me 里面的东西，你们都可以放心的选购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屌再屌再屌到不行的屌，太有质感了。我今天收到的东西，我收到的他们家的产品，我真的觉得每个都让我很惊艳。欢迎精选，欢迎世邦，欢迎 Tony。好久没有看到我真的吗？可以帮我分享吗？进来的朋友还没有分享，帮我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帮我分享一下。输出3瓦，用最高阶的 SER 原厂蓝牙4.0晶片，我都可以。然后呢，它的音效是365度环绕音效，支援 A2DP-ACC 的解码器。天哪！充电离电时可以12小时的连续播放音乐，同时进行充电。天哪！没有，它的音效是真的好的，真的。谢谢 TONY 的分享，感谢 Tony 的分享。对，我觉得那个音效是真的很厉害的。我觉得有悬浮这个东西已经很不得了了。星星卖到几点？欢乐100点，你妈最正点。音效很浮夸，妹妹会很浮夸吗？怎么可能？我还有更浮夸的耶！你要听吗？这才是浮夸。我想要买了，导演帮我订黑色的。导演，我要黑色的，我觉得黑色比较炫，我要订黑色的。然后我要把它放在那个，我要把它放在浴室里面。我觉得到哪里都要有音乐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很妙，很 feel， 很棒。我还以为你要放陈奕迅的浮夸，
它是真的是悬浮的，真的很夸张。有什么颜色？有黑色跟红色，有黑色跟红色。有黑色跟红色，黑色可能在缺货吧。我现在展示的是红色这样子，对，我现在展示的是红色，它有黑色跟红色的，我估计是黑色缺货，所以他们送红色给我。我估计。你说你知道我自己家的蓝牙喇叭是这个品牌的，这品牌也很不错吧？你们如果都知道这品牌也真的不错的话，我真心告诉你，它的声音不会，就是怎么讲，不会输给这一家的。对，这个是我的蓝牙喇叭，因为我还没有遇到它，所以我买了它。但是我看到它，我也想买了它。对，然后呢，它还有那个内建的 3.5 音效，可以直接连。它是蓝牙的，我刚刚是用手机放，然后连它上面这个蓝牙的部分。然后它里面有送那个3.5 音源线，所以也可以直接插，也可以直接放这样子，所以是还挺方便的。蓝牙可以用，然后如果你们有电脑的话，电脑也是可以用，就直接插直接用这样子。贵香香的币都一样啦，反正都很贵，但是悬浮比较炫。喜新厌旧，因为它比较炫嘛，它就比较炫，我就没有先看了这，不然我就买这个。因为它比较炫啊，对吧？如果同样的东西，同样的产品，他们的那个内建的晶片都是很厉害的，我干嘛不买个更炫的？没办法，我先买了那个，然后我现在再买这个。妹妹别转了，哥买了，真的吗？那你要买黑色的，我喜欢黑色，新加坡也可以寄。天啊，哥哥你真的可以买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种东西。让天啊哥哥看一下他内建的。好啊，我来帮你点。内建的什么东西？他的话，我里面的东西我真的比较不会讲，反正的都是很顶级的东西。音效的话是365度环绕音效，支援的话是 A2D 啊，我觉得你直接点连接，我觉得你直接点连接比较快。这种太专业的东西我讲不来，但是我只能跟你说，因为我都用好东西，这个真的很不错。还是超抢手的。天哥哥看他那件，你要红色的吗？必须来的奖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一个有质感的东西，一个根本就是好货的东西，我根本就不用讲了，为什么吗？因为 Mr. Me 都是把最好的留给大家，你们进去里面逛一逛，你们就知道了。真的蛮不错的，主要是炫。没错，主要是炫。没错，你懂，黑色 OK。定了。哎，剩下不到2分3分钟，我要再介绍一个东西，这也很酷。这个呢是一个喇叭的手机壳，喇叭的手机壳。对，这是喇叭，然后呢它也是一个类似行动充的东西。然后这是支援 iPhone 可以用的， iPhone 6跟 iPhone 6S 都可以用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刚刚有听，这也是我大概听过就是手机里面中数一数二厉害的手机壳。因为它可以放音乐，
然后可以当行动充。我顶多是看过那种发光的那个自拍那个自拍壳，这居然是蓝牙的，然后也是行动充的东西，然后重点是它的音效不会输，不会就是你就带了一个随身的那个喇叭一样，真的超好的。怎么订购？我们 Mr. Me 绅士好物那个小帮手会帮你，你只要把那个链接点进去，然后呢链接点进去主题精选那边主题精选那边三西达人那边点进去，第二个就是蓝牙的悬浮喇叭了。对，主题精选，然后三西达人点进去就是那个悬浮喇叭了，好吗？好吧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还有更厉害的悬浮喇叭进阶版的，那都很厉害的。对，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也好想要买那个时间戒指，还有美国专用的 iPhone 壳潜水壳，我也想买。里面太恐怖了，你们点进去就会都会想要败了，真的，这个好丑。欢迎阿月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行动音响手机壳。我先跟你们讲一下，它是那个美国亚马逊五星的评级，然后呢是手机壳、音响还有行动电源三合一这样子，然后有2900mAh 的支援，120%的电量，好吗？而且是 Apple 官方认证授权，绝对没有相容，绝对就是相容性的问题这样子，绝对就是相容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它的设计是雾面的，完全就是防止那个什么指纹啊，反正你看到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。而且它内建低音炮，所以支援 DPS 音效的那个临场感十足这样子。什么这么便宜？哦，我看到是加购杯子蛋糕蓝牙吧。 sorry 哦，这因为这个有亚马逊的五星评比，所以它的价格比较贵一点，就是但是它还是会很厉害的，因为我等一下就来使用了，绝对就是很相容就对了。对，绝对很相容的。然后呢，我现在给你们放个影片，你们就会觉得它真的很不错。欢迎我逛了一圈东西，超多好买，好买到会剁手，真的。哎，为什么那个五合一的那个什么充电座还没来啊？我想要买里面一个叫做五合一的充电座，因为我可能你看我上次飞韩国，然后去，反正那个行动充那个什么充电座真的很需要，因为我上次去韩国他们就说什么都可以相容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没有带变电器了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里面有在卖，我想买，居然缺货。对，大家可以进去逛一下。哦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。戒指可以看哦，你说那个戒指啊，
我今天介绍这四样产品，我也很期待下次可以介绍那个手指手表，我也很想介绍。但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太热销了，连我主播主都拿不到呢。我也很想要瞧一下，但是这次的商品，我本来要介绍一个到哪个国家都无敌的那个插座，但是缺货，所以就没办法了。所以要下定的话得快一点，得快一点。等一下 Tiga 哥哥订了十组，你们可能就没了。什么？那个你有？真的假的？那个你已经有了？你站在这么尖端，怎么可能？好，我要介绍他。什么时候有吗？我赶快给你安排一下。我现在没有办法介绍那个东西。时间戒指我也想订购，星星可以下次可以介绍这个吗？好啊，我一定跟老板说。我一定跟那老板说。因为那个真的很酷炫。其他的型号呢也能用吗？目前的话，这个音响的那个手机壳呢是 iPhone 6跟 iPhone 6S 可以用的。对。你忘了哥哥喜欢这种商品，我就知道你喜欢。里面还有那个布谷钟，我也觉得很棒。对，很多室内设计师应该会想要买。对，这个是个行动音响手机壳，它支援 iPhone 6跟 iPhone 6S， 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型号，这样子。哪时候要换那个 iPhone 那个 X？ 因为我可能下次会换那只手机，怎么办呢？好，给你们听一下。看来要换 iPhone 了，这个还好，那个这个可是这 i8 了耶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还是有很多人用 i6 的呀，还是有很多人拿 i6 sys 的。你已经预定了叉了，好吧？那我们下播了。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也不错啦，就我觉得型号可能要加快速度，但是呢，它的音效是真的很好的。衣服整理一下。那个咕咕钟是从阿尔卑斯山送过来的，是在那边手工制的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那个咕咕钟一定很正点。好哦，那你们如果想要知道商品的更详细情形的话，你们可以点那个链接直接点进去，然后呢可以直接选购。我们今天介绍的东西是行动音响手机壳，然后还有那个冠喜的那个化妆罐、保养罐，还有那个蓝牙耳悬浮喇叭，还有那个出门旅行用的旅行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下次行行再给你们直播更酷炫的东西，好吗？谢谢大家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然后你们记得订阅那个 Mr. Me， 然后在粉丝团按赞，然后记得点追踪，星星以后都会常常在这边直播 Mr. Me 的最新商品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下次见咯。然后记得订购完成之后要记得选星星主播的那个头贴哟，还记得选我，投我一票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